啲人話：我俾你嘅，唔係要你幫我啲香港人咯。Come on， why？ 當我見到有人去幫嘅，即係我覺得梗係好 appreciate 啦嗰啲人。OK， 咁但係即係啱啱你哋排隊，琴日今日咧，啲人已經炸完啦，第一個搞緊坐薄到張紙咁樣。喂，我諗下添啊，初初我諗住絕對要幫香港人，但係經過咗我哋 EAMAS 事件咧，我諗下都係唔好諗。我從來唔需要特別幫啊，真係唔使㗎。買唔到口罩。就只能夠怨呢個特區政府係無能 ，OK？ 買唔到口罩，我冇得炒，但係我完全係認為，我再講多一次，有人肯平賣嘅，去負佢嘅社會責任嘅，咁我哋鼓拍掌。嗯，要賣得貴嘅，你咪唔好撚買咯。喂，我認為合理到極啊，合理到極啊！如果我賣出嚟，我賣屌你$500一盒添啊，就係要灼鳩你一鑊，佢就揾1000多萬，屌你咁樣真係香港人！我話唔同啦，我破咗紀錄啦。今天我是第四日用了那個宏大的口罩，是連續四日，連續四日。我說不同了，我破了紀錄了，今天我是第四日用了那個宏大的口罩，是連續四日，連續四日。嗯，啊，所以老實說，我的搓手液我賣不賣給香港我都很懷疑，我剛剛就整了兩批口罩賣去 somewhere 啦，不是香港啊，不是香港啊，哎呀，你們幫下我啦，幫下我，幫你老母去排隊咯，你們，好像昨天那間公司我唔係講 EMA 上，人哋揾到口罩$80一盒，嗯、又嫌人薄又呢樣又嗰樣，咪就係真係慶啊！真係，係嘛？喂，你而家你大家知唔知啊？我啱啱有個電話俾我，日本、即係人哋做日本咧，日本口罩係$180一盒，係咪平啊？日本口罩算，日本口罩喎、啊，算係日本都冇曬貨啦，冇曬。喂，有30000個問我要唔要？要，因為嗰陣我咪打另外一個電話咯。喂，日本口罩屌你老母$250一盒。30000個要唔要？要，咁咪搞掂咯。我點解要咁？我點解要屌你老母啊？你幫下我哋香港人，幫你老母。當然我留翻一啲，我有我嘅渠道，會去幫我認為值得幫嘅人。係，屌你老尾，即係老實講，冇口罩唔會死噶嘛。咁啊，即係所以咧，而家咧，即係我聽日我睇下點樣啦。我一陣睇下電話都到咗添啊。我睇啲搓手液幾多，我就去車翻屌你老母。哇！唔知幾撚多，希望我車唔到啦。如果我車到嘅，講嚟講去咪得個屌3000-2000支，咪就係屌，係咪先？3000-2000支，一支炸$20都幾皮嘢，我都費撚事賺啦呢啲錢。但係你話如果哇佢有幾萬支喺度咧，咁又唔同啦。嗯 ，OK， 我會唔會賣俾大家？睇下點啦，留或者玩下佢哋啦，留翻嚟2000支，係留翻1000支，嗯，喺度賣，等佢哋排隊排鑊勁嘅。啊！然後我哋製造混亂，等佢哋大下交啊！咁都幾過癮嘅，係嘛？好啦，咁不過下次我會咩嘅？我會有啲新條款啊！我認為真係最好啦，嗯，就係舊會員優先啦，係，同埋新即係要做會員先買啦，係，做會員嘅就$60盒口罩咁，我諗好多人做啦，係啊係啊，係嘛 ？OK， 咁樣即係我當然會$60一直咁講啦，係啊，但係做會員嘅$100盒咁，我成本價咯，成本價咯，係咯。本牌子的包装盒，但个盒竟然是淘宝货。发了个烂财神过几礼拜，呃咗好多老人家排队。呢间是西湾河泰安楼隔离的临时铺，据讲早排声称有日本口罩卖，扮晒良心商店长者优先之余，仲只卖日文一个添。至於正價一盒65個就要$198，今時今日都大把街坊幫襯。佢係半夜三更開門啦，就係咁噶啦。咁跟住通宵達達咁排定點樣嘅？係啦，係 OK。你睇下平時佢有咁多嘅 ，OK 平單。哇，好多啊！每日啊，每晚都咁多啊。點知有人買完，發現個口罩唔止質地麻麻，望真啲，盒面大大隻字寫日文。再望盒底呢几只字仔，吓、中国出产噶，不特止啊，口罩嘅牌子仲同个盒嘅日文名唔一样添。上淘宝一 check， 同呢个卖16.8嘅大陆牌子口罩100% match。有受害网民声称翻去最肚嗰时，仲俾店员拒绝兼推撞，俾人踢爆唔同名之后，铺头即时改散卖。摆明身有事啦！到礼拜三晚，成班苦主约埋一齐杀过嚟同老板理论，后嚟要差人到场，先行收翻口罩同退款，案件列纠纷处理。